好，大家而家睇到啦，许冠杰正在为听日，咦，大概仲有24个钟头到啦。2020许冠杰同舟共济 online concert 就会开始啦。有个好消息，佢话唔够喉，佢而家要加歌啊，佢喺度加紧歌，唔开心啦。但系咧，我点都要代许冠杰咧讲两件事俾大家听嘅。第一件事咧就系许冠杰真系要求大家唔好去现场，千祈唔好去现场。這個 concert 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留在家一起同心抗疫嘛，是不是？那你無謂去現場，你見不到他，你不會見到他，因為不准進入的。我們那裡因為大家要抗疫，不可以聚人群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去，不要去，千萬不要去現場。第二就是不去現場留在家，就是因為你可以在家跟他一起唱歌嘛。你知道許冠傑每一次做演唱會都一定有一 part 是跟大家一起大合唱的，是不是？今次又怎會少得就是大合唱，今次且是全球大合唱，是不是？因為他很希望當大家聽到鐵塔凌雲的時候，大概5:30左右，跟著來的三首歌，鐵塔凌雲、浪子心聲和同舟共濟，來吧，大家就一起合唱吧。無論你在哪裡，在家裡你走出窗門，拿著手機一路看著許冠傑一路跟他一起唱，你可以叫你的小朋友啊，叫阿媽幫你 selfie 又好，拍又好，拍低佢紀念下都好啊嘛，同佢一齊全球大合唱喎，係咪？嚇，咁你話我喺街嘅，我唔喺香港嘅，都可以做呢件事，一個幾有意義嘅事啊！一齊去分享呢件事，好冇？唔好去現場，喺屋企，然之後我哋全球大合唱，唱出一個希望。OK， 咁啊，而家我又要落翻去同許冠傑繼續彩排咯。OK， 聽日見。